房事说给姐妹听，遭老公兴师问罪。常常跟我姐妹分享说，我老公很爱锁门，他锁门就是在跟我暗示他今天晚上要恩爱。然后每次就是老公见到闺蜜的时候，闺蜜都会用一种笑笑的眼神去看着老公，量一下老公说今天晚上是不是又想锁门。回家就问我说，你是不是又跟你闺蜜乱讲了些什么？对啊，还好又不是上网求救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